因为这个品名叫做地狱风暴，就是台湾的地瓜跟芋头去做一个西方的一个融合。这个现在有零下196度，手伸进去以后马上变冰棒哦。嗯，我们谁要先吃？妈妈先吃饭。没有，你刚好就一直吃，一直咬，一直咬，不能含在嘴巴，要用鼻子吐气。啊，好紧张。不不不不，没有紧张，很好玩。爆掉！你不要拍我啦！你可以半颗半颗咬。会冒烟呢、欸，团团。啊！从下面跑出来的烟呢、欸？咬太小口了，要半颗，半颗。我发现我问题都变成要太短。你在吐烟呢？哇塞，马上变色。因为这有时效性，因为它是液态氮的，跟那个空气做接触的时候，它就会挥发。你咬一口，会冒烟啊。